怎么转换你的工作心态的？我对我来说，没有在工作，也没有在放假。迫不及待啊！初五就在想上班了。每天叫醒你的是什么？压力。少废话，去干活。生日快乐！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元喜小编阿涵，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经过了十天的春节呢，大家都有收工症候群。然后我自己呢，春节过后最大的改变就是非常多痘痘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元喜开工的第一天，我们就来问问伙伴们，怎么从很想躺平变成战斗力满满的状态。OK， let's go。开工的第一周，你现在心情如何？天，收到委托，踢着踢着心情就好了。开工第一周，心情如何？迫不及待啊！初五就在想上班了，我爱工作的。不是那个对面在擤鼻涕，可以小声一点。这位大哥，请小声一点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从放假开始，你就一直把工作放在心里，始终没有离开过。对，不需要调试，就欣赏你这一种。环岛刚回来的歌，请问一下，啊对，金寿星，哎，快唱一下，耶！生日快乐！太棒！你怎么调整从放假转换成工作的心态？对我来说，没有在工作，也没有在放假，因为工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工作。你这境界很高，有奖跟没奖差不多。最近越来越帅了，去雷射眼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的千万经纪人一雷射眼睛，他就破千，而且一破了千，好像签约跟喝水一样。一切就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得更透彻了，你的目标就更明确。对。然后开工大吉 ，OK， 天母帅哥。好。过年后有没有水平发展？没有。现在几公斤？102，瘦一公斤了。好棒哦，天不帅哥。好啦，认真的，你怎么转换你的工作心态的？我开工前一天收心，睡一整天，调时差，迎接开工第一天。那你今天日行程是什么？日行程是签到两件委托。本周目标？今天目标。嗯，那你怎么还在这？我在写委托。哦，先写。先写。直接去登门拜访，用你的魅力征服他。没错，来硕成分享一下，现在要转换成工作的心态了，你怎么调试的？其实就是该做的事情都要去做，所以你是马上切换派，真的过渡期，阵痛期，无痛切换。对，哦，最近瘦身成功，恭喜硕成，再见。督促一下我们的天母帅哥，他真的是需要往内缩一点。为爱发光。为什么这个話？是我们开工的第一周，那你是怎么从很想睡觉的年假转换过来工作模式的呢？房贷太晚了，很合理。每天叫醒你的是什么？压力。我跟我小孩有了这十天的陪伴，觉得该来赚钱了。过年花费太凶，卡费在叫你可以切换到工作模式了。需要需要需要。本周因为这个月今天就最后一天了，对，所以下个月一定要破百，基本目标。房贷一族。哎，魏建正光，新年快乐、哦！新年快乐。工作比较轻松，带小孩太辛苦了，还是回来上班比较好。那你应该要给你老婆加薪。有，一年之后我在休息过年这段时间，那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，所以也很习惯每天都在工作。工作已经进来了，就整个流程已经开始在跑了，不能懈怠，一直在那个齿轮上，迟迟都没有下来。对 对，时间好好把握一下。春节都还在带看，你春节还在带看？对啊，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没有放假的意思。哦，哇，这么认真。太知道我的个性了，不能放松。所以最好的放松心态就是一直保持有工作，这样你就不会放太松。一样，没错。不然我会整个飞到外太空，太嗨了。开工那集，来我们汉哥哥，国父努力了十一次，你戒烟有努力十一次了吗？超过。哇，超越国父的男人不简单。这个毅力，坚持就相信就会看见，看见就会实现。请问你怎么从慵懒模式切换到你的工作模式的呢？促使我可以好好的
进入状态，就是上了我们最优秀的蔡康桥董事长的点燃行动力。进入这个状况就是恒温，然后持续做对的事情，所以心态先转变，就不用去思考怎么切换这件事情。因为我想要学习我的成功偶像魏良杰，根本就是我心中的日月啊。好，今天日行程是什么？不要废话。好，今天吃完饭我就要出去买代许，买方代许的房子。等一下结束就是行动的开始。少废话，去干活，就这样。赞，开工大吉，阿弥呀。任命工作可以上手，你都没有什么过渡期哦。老公确诊了，他确诊后每天就像上班一样。是想要学平面设计很久的小编，我们的设计课程已经下单了吗？怎么样就下单了？你是怎么从春节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的？我看到阿涵他直接切换。我好像看到时间就直接切换过来了，看到日期你就觉得今天就是开始工作了这样。对，还是你平常本来就过很爽？没有，我真的每天都很忙。请问正在瘦身中的小编最近有没有睡前喝三合一奶茶？阿卢啊，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啊？不想跟你讲话。因为他把他家钥匙当成地手环给我。这长太像了啦。长太像。太近了。应该是做球员的。原血球瓶。棒。我要忘掉，我一点都不能喝。哎，你在拍什么？哎，清冰箱没看到吗？认真点。一人一片。这么干的。是哦。原血瓶。过年前就看到的神奇花野菜。柿子都黄了，柿子本来就黄了，过期了吗？牛奶过期也是能喝，你真的是勇于尝试哎。闻起来有味道吗？没有，小心一点，只是参考用。一小口就好，不要太大。有坏吗？找到柿子的主人。没有。那它的防腐剂加够多，很棒。真的吗？哦，香汁都流出。我要这个，这个上面贴的杰哥的就是甜甜。好臭！杰哥这个很臭，杰哥很臭，杰哥很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拿错油漆涂了啦。完蛋，居居，你想艺术墙啊？为什么换颜色好了？跳色，云朵墙吗？是银色的，不要浮到啊！我知道，不要抓我的戒指。太深了。你叫你买饭也不去买饭，小兵到人，你三月一号谁给你投用？都找你几天了？哎、欸，你命啦！上错期了，上错期了。你看这边，燃烧中，你们知道是哪一？知道是哪一罐吗？原漆不能用神奇海绵刷啦，你刷了会把漆面刷薄。一砂子刷不是用神奇海绵刷。你盖过，你要等干再刷，等干再刷。下雨天它在刷漆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过于潮湿，墙面吃不上去，所以你刷完一定要等干，才可以再刷第二道。你用湿布擦是错的，用神奇海绵刷也是错的，所以这个颜色确定是正确的吗？那大总说了。好，那没问题。你眉宇间的网有一点明显。一二三四五，生气指数100。小 case， 因为这个人辨识度很出色，
你怎么从慵懒模式切换到你的工作模式？我看起来也不像醒来了吧？哦，你现在都还在放假模式就对了。不要乱讲。我等一下请乔店录一个开工语录给你。不要啦。